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2021年在上海举办的 KubiCon 线上会议。我来自于世纪互联，我叫华勇。我们是一家大型数据中心的运营服务商，我们有非常多的数据中心分布在全国各地，支撑着几十万台服务器为大家提供在线的服务支持。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我们用云原生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很早就加入了开源社区，既参加过像 Harbor 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大型项目，也领导过像 Board 这样开源的云原生管理平台。现在我在 21VIA.net 的社区里头在做一些贡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我。简单介绍一下 IDC 的业务，我们讲到的云原生往往关心的服务器之上的存储、计算、网络这些资源，但是在服务器之下，实际上还有很多高，还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包括像我们的机柜、我们的机房、我们的数据中心。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有几个大的系统，俗称的就是风、火、水、电系统。风呢是指我们的空调，火是消防系统，水是温湿度管理，电呢包括我们的 UPS， 包括我们的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再加上我们在机房的对外的带宽出口，这些资源每天会产生非常多的管理数据。那对这些管理数据进行管理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我们建立了一个 Smart Heaven 的项目，就是来做这些数据的管理。我们采用了数据采集的方式，就边缘侧数据采集的方式，把各个数据中心的数据采集到我们的核心机房，放入我们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主要承担两个任务，一个是在线数据的这种计算，提供我们的比如像我们阈值告警，还有大屏显示这些服务，还有一块重要的部分呢，是我们的离线分析。因为有些数据量非常大，需要晚上跑一些这个离线任务，才能完成数据的计算。那提供给我们一些管理数据，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分析报表。那这些数据呢，是我们大数据平台的能力。在这之上呢，我们还建立了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我们的标注、training 模型到预测的这些流程，提供一些我们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能力，增强我们的数据效率，减少我们的人工人耗。今天我就想分几块来给介绍一下我们其中云原生实现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我们从边缘侧的各个机房采集到传感器的数据，然后传输到我们的核心侧的中央机房。那我们建立了一套数据采集的机制，我们是以 NETs 为核心。NETs 呢是云原生的一套数据传输机制，然后我们在外面做了一套 CRD。这个 CRD 可以通过描述我们要传输的资源的类型，无论是文件、消息，或者是一些告警信息。那我们只要定义好它的类型，再定义好它的源和目的，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在云原生系统里搭建的 NETs 服务，然后把数据从边缘侧传输到核心侧，也可以把模型，把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从核心侧下发到边缘侧。这个的好处呢，就是 NETs 相对来讲，它是云原生方式来构建的，它的性能会比较好，而且呢，它可以用云原生，包括 Kubernetes、包括 KubeEdge 的一些原生的高可用的能力，保证服务的可靠性。我们这个系统呢，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直接对接我们的大数据系统，主要原因是 NAS 的这个对接 Flink 的 Bridge 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后续我们也会紧跟NAS 的社区，然后去看我们如果能把 NAS 直接对接到我们的大数据平台上，它对接到 Flink 里，就可以省掉我们中间还要再经过卡夫卡这样的数据中转，提升我们的效率。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在数据处理方面做一些 plugin， 帮助我们数据可以多种类型的支持。介绍一下我们大数据的处理能力，主要在实时计算方面，我们采用了 Flink 这样的数据计算模型。我们用 Google 做的 Flink on Kubernetes 的 operator， 我们也非常清晰简单的可以定义出来我们一个 Flink 的集群。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部署我们的Flink 的计算模块，然后部署到我们的pod 里去，可以根据我们计算模块实时采用的资源的情况来按需分配我们的资源使用。这样大大简化了部署和中间进行这个部署和这个集群建立时的一些这个手工测试、手工验证的一个阶段，节省我们的这个消耗。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这个session 的方式，采用这个per job 方式跟application 的方式，多种方式来部署我们的计算模块。比如说，我们要采用per job 的方式，就会对接我们的 DevOps 平台，打出我们的任务的镜像包，然后再部署到 Kubernetes 平台里头，根据我们任务实际使用的资源情况，来向 Kubernetes 平台申请我们的资源，提高我们的资源使用效率，节省我们就是传统的 Flink 模型里头，这两次申请资源，一次是我们部署集群申请资源，另一次是部署任务时候申请资源，这样两次资源不同步产生的消耗。我们现在主要在大数据平台里使用的这个云原生的方式在 Flink 这方面，但是在 HDFS 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现在主要的问题呢是在这个网络性能消耗方面，我们希望后面用一些解决方案，比如像智能网卡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网络性能的降低，将来以后把我们的存储和离线计算部分也能部署到 Kubernetes 平台里。我们的人工智能采用的是 PyTorch on Kubernetes 的解决方案。大家都知道 Kubiflow 是一个最佳实践，但是里头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我们把中间其中 PyTorch 的 operator 提取出来，放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平台，然后通过我们 Jupyter Notebook 对接我们的 PyTorch Training 的模块来训练我们的模型。然后再通过刚才讲到的 NAS 分发系统，可以把我们的模型下发到边缘侧。在边缘侧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模型来进行，通过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和我们边缘侧收集的数据来进行推理和预测。我们在网上，在公开的这个论文里找到了清华大学跟腾讯来做的电池预测的一篇论文，我们在我们系统里做了实现。在论文里头，他们能做到90%以上的这个电池的寿命预测准确性。我们采用我们的系统，现在已经能达到80%多。当然还有一点差距了。我希望后面在我们不团的不停的这种迭代和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把准确率逐渐提升，甚至超过。最后再讲一下我们采用普罗米修斯加 Grafana 的方式来监控我们的数据中心的运营。
我们右侧定义的是我们一个网络的监控模型，那我们把它代码化了，放在我们的 GitLab 仓库里头。然后我们通过自动化流水线，可以把这些模型部署到 Grafana 那里，来监控我们的网络，监控我们的告警，监控我们的传感器。以上这些呢，是我们在这个Smart Heaven 系统里用到的云原生的主要的部分。那总结一下呢，我们有几个比较重点的观念或者理念在里面。一个呢，就是我们 Open Source， 我们希望把这个我们所有做的东西都通过 Open Source 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呈现给社区，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些经验。当然大家知道，在这个大型企业里做这个开源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会分步来走，我们至少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做的一些方法，我们做的一些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逐步再分享到我们的代码，最好的就是把一切我们都能以代码形式给大家呈现，就是我们说的 Everything as Code，就是包括我们的文档，包括我们的脚本，包括我们的配置，甚至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都可以以代码的形式来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 CRD 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CRD 可以节省我们的这种，因为 Kubernetes 很多云原生的这种定义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通过 CRD 方式来简化这种定义，可以有效的节省我们在这个学习上的曲线，包括我们在部署上的学习曲线。可能 native 不用说了，我们所有组件都要做 kernel native， 因为我们要用到 kernel native 或者云原生的整个生态环境里的非常多的这种配合，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系统都可以用云原生的方式来进行日志监控管理，这种共用的这种服务是云原生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要做云原生的一个重要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云原生呢，要保持一个技术中立，因为云原生的很多技术在不停的发展过程中，那怎样把各种不同的技术结合，我们可以用最新的技术、最好的技术来替换一些我们的模块，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特性，这样的话，对我们将来以后的发展、未来的演进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最后呢，想介绍一下，就是通过 DevOps 方式，像 GitOps 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组件的部署。那，因为我们做到所有都是 code， 尤其是 Kubernetes 这样的管理平台，解决了在这个运维侧的这个代码管理代码的这个就是一切接代码能力，再加上 DevOps 解决开发侧的，结合在一起，开发和运维成为一个整体。而且都是用代码来进行管理，或者是代码来进行描述，这是会爆发出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好，今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最佳实践。我们后续会把我们很多的组件和我们的能力发布到 Smart Heaven 的社区里，欢迎大家来讨论和这个学习。